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十一公视台语台《AM 新闻》，我是苏薇。咱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明仔下晡五点进前，第九甲十六个民众完成疫苗注射意愿的登记，下注计要注 A Z 的，上紧七月十六个注射。台北市信义区发生分租的套房厝卡烧火事件，类似的事件计共已经有七个人确诊。指挥中心宣布，讲对七月十三开始，遵守规定的餐厅会当开放食食，不过目前仅剩配额有要开放。国内今仔日是增加28例本土，阁有6个人不幸染病死亡。也若是讲到中央的疫苗登记平台，目前是开放予第九甲第十六个民众先登记，看要注多一款牌子。明仔下晡会当开始审查，下晡五点进前有登记，而且有下注价，就会收到感性的通知，会当去网络订预约。目前的规划是前三批拢要予要注 A Z 的人注射，上紧七月十六就会注到。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看低，在疫情增加28例本土的病例，各案分布以新北市12例上最，再再来是台北市11例，桃园市2例，新竹县、彰化县甲台中市各一例。主要的一个病例还是在双北为多。那换句话说，这边的隐形的感染，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就会更多。那当然他有时候症状起来，或是引发一些家户的感染等等的，那我们就是要严阵以待。另外，也新增加4例死亡的病例，拢有慢性的病史，年龄在40多岁到70多岁。其中案例5339，40多岁女性，有房价活动史。第五个日日发病，二是住院，二个确诊，第七个初次过身。第案例15166是50多岁男性，第六个日日开始出现症状，迄天采检 PCR 是阴性，不过第七个初五搁再用 PCR 采检，是有阴性转做阳性。第七六确诊，初七死亡。社区的一个传播之后，那以 COVID-19 再加上变种病毒等等的情况，要完全清零不是不可能，但是毕竟在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那可能都会存在的。除了自己更加警觉之外，也不要把整个希望都放在清零里。为了让新冠疫苗的注射登记更加顺，中央疫苗注射意愿登记甲预约系统，头一波是对50岁以上甲18岁以上第九类的民众来登记，预计7月12日下晡5点进行头一摆收单。符合条件民众会陆续在7月13到15收到1922的感性通知，有收到通知的人将可到进行疫苗注射预约，相近7月16就使注。不过前三批次预约注的拢是 A Z 疫苗。那我们这个梯次的意愿登记的时程是稍微有一点点加速的，主要是因为来的这一批的 AZ 的疫苗的量是足够。如果您在7月12号下午5点之前有在我们的意愿登记的这个平台有 Go AZ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您才会进入接下来就是可能会收到简讯的这个资格预约资格里面。另外，对着外界无期的民众想要出国，恐惊要等到2023年。对此，陈市长认为，在疫情整体发展之下，新冠肺炎慢慢变作流感化的可能性真高。大家安怎在好的保护情况下进行国际交流？那是要等到2023年才有法度出国，哪里就嗨了。记者综合报道。各县市的疫情，咱头先先来看新北市。今日新北市是增加12例本土。因为台北市某一间病院的疫情感染，新北市也有6个人治病。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强调说，以目前的疫情跟有风险注射的情形来看，现在也不是解封的好时机。在13日解封进行最后一个周末，新北深坑老街有不少游客，无法度往哪行往哪吃，大家都早在走。虽然看起来人无算多，但过甲疫情高峰期比起来，强要无人进行小看有等好。不过对业者来讲，生意也是不够好。上上礼拜有来做，生意六六。他今天有比较好吗？室内5人，室外10人，大概有个10个左右的吧。没有办法，就是以前这样三四十个的办法就可以。因为新政策还未上路，店头做生意也是遵守室内5人规范，游客先出来才能够放人入去。新店碧潭虽然是假日，但过游客无多，只有少数人出外散步。特别未解封，但过也是明放任防疫。以新北市来讲，11日增加新冠肺炎本土确诊12例，虽然讲是人数减少，但过也是全台上悬。在台北某医院，
因为发生院内感染、陪病、就医、受到波及影响的而确诊居住在新北市的市民，总共有六人。一个是在深坑陪他爸爸而染疫，新店有一人，病房在隔壁有确诊个案。增加十二例本土个案，有八例跟台北有关系，其中跟北龙相关的有一例，两例跟宽南市场有关系。台北病院发生的疫内感染，增加两例相关个案。这疫内感染事件在新北市有六人受影响。每天的筛检量几乎都4000，甚至有时候达到5000，假日比较低，大概3000左右。这当中，我们10天里面，我们找到有3天是无确诊个案。等于十天里面有3天是零阳。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为数据发现社区感染控制温型传播链是有效的。另外，新北市通报两例，自莫德纳疫苗死亡个案是不是真实跟疫苗有关系，也搁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今日公布12个行政区顶礼拜确诊数据，结果发现讲，信义区这几个礼拜确诊人数是比一礼拜搁较济。台北市府的表示说，因为信义区有分组的套房，出卡互相小微事件。目前信义区的确诊个案当中，大多属于不同处的家户感染。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展开后续的疫调、框列还有隔离的作业，一切的状况都在掌握之中。台北市府表示，这款分组套房的出卡带病毒回去小微感染，最近已经有7个案例啊。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德今日下晡是去视察发生疫内感染的万丰病院。郭文德就表示讲，未来尽量让已经住过有风险康复来服务病患，佮要求病院的工作人员要赶紧做完两剂疫苗。咱来看中部的情形，现在台中佮彰化拢有新的确诊病例。台中的个案是昨市政府已经公布过两水店员工。因为伊捌去过中友百货踅街，所以中友百货即马是暂停营业两天。也那是彰化迄边，因为新病例捌去过新光三月台中中港店，所以中港店今日嘛是停业消毒。因为这个个案下管区的检查，所以彰化县即马正扩大范围的调查。环保局的人员在新光三月台中中港站来回伫喷消毒药剂，因为有新的确诊个案捌来踅街。百货业者赶紧打出公告，在一礼拜一天暂停营业。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是彰化县新增加的确诊者卡列。市府接到彰化县府的通知了后，马上就来应变。彰化有一个确诊案例，那他有台中足迹史，而且他主要的足迹史呢，是他在7月7号当天有到台中星光三月来买东西来逛街哈。彰化县卫生局讲，这个确诊个案是一个20多岁少年人，初十采检确诊 ，CT 值14，病毒量真高，已经列出家庭，也有工作加社交相关的接触者。不过因为感染源依然不明，即阵是继续在进行疫情的调查。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跨县市的，本县的也有，外县市的也有。那有一些甚至跟之前有一些年轻人的个案的足迹有一些重叠，这部分呢，我们正在做疫情调查。所以现在担心是有一个跨县市的年轻人的社交活动的传染链在进行。另外，台中是新增加一个本土个案，是一个饮料店的员工，7月7日报告中友百货踅街，百货业者对初十停业两天来进行环境的消毒。因为7月8号开始有出现症状，7月9号发烧，所以这个到 7-11 自行购买了 COVID-19 的这个快筛试剂，他就做了居家快筛。然后发现是阳性的之后，就直接到这个医院去做采检，经采检 PCR 确诊为阳性。台中市府初十原本也公布另外一名新社区的确诊个案，不过搁再采检是由阳性转做阴性。为了搁再确定，台中市卫生局把检体送到卫福部实验室来进行检验，经过 PCR 加核磁检验拢是阴性，最后是排除确诊。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桃园今日嘛有两例。针对卫星传输系统出名的公司 Garmin 有员工确诊的事件，桃园市长戴文灿是指控讲，台北市政府无随考虑病例的接触者，才会造成疫情扩大。后面是实名制，这边是身份证分流，三四六偶数，三五日单数哦。
假日天气好，桃园竹围渔港人多车多，渔会紧急协调人力做好，设立鱼市场分流管制，警方也出动警力巡逻车做交通管制和疏散民众。不敢走进去，我们在这边看观望一下，看怎样。也是会怕的哈。对，会有点担心，因为人太多了，都黏在一起。我们内外里面其实差蛮多的。因为人都进不来，因为分流的关系啦，所以我们里面毕竟还是受到蛮大的影响，起码每一个人都掉50%以上。另外，桃园十一增加本土确诊个案能力，一个是接触新北确诊朋友，互人可怜，隔离期满采检确诊；另外一个在台北上班感染源无清楚，依然在疫调当中。提刀卡针对进前感染源刚检疫，桃园市长陈文灿先辉。台北市政府对15108例无及时考虑，也引起桃园台北市这几天拢在呼呛。依照台北市自己的图卡哦，一个7月2号 PCR 阳性，一个7月6号在桃园采检，那这中间差了前后差了4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当中牵涉到采检及发病之这因素，双方的做法拢无唔对，只是讲法小可误差。希望互相体谅，各思考如何将跨区联络做搁较好。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今日开始甲40到49岁金门籍的民众做有风险。另外，金门今日阁宣布讲，开放金门籍18岁以上要过来台湾本土读册。学生会当有用注邮票，预计7月17日就会开始注射，正做全台湾上大型服学生注射的管区。另外，体温进入体育馆内底注射疫苗，十一开始，金门县开放40到49岁民众注射 A Z 疫苗。官府也宣布，即个是集在金门18岁以上来台湾读册学生，17开始就先来注射疫苗。我们检视了手上的疫苗库存以及医护的施打量能。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宣布，我们会开放18岁以上金门籍赴台就学的学生，来保障我们从金门这一个相对平稳的地方，要到热区或者到三级警戒区去就读的这些金门籍的乡亲。官府规划即要到台湾本岛三级的警戒区就学，具有金门籍18岁以上来台湾就学学生，14开始就使以网络甲电话预约。17注射迄天，即要查身份证、健保卡甲学生证，也是立委通知就使注射，是全台湾上早为学生注射疫苗的县市。离岛里面的医疗资源相对的不足，好，所以它相对的，只要在它疫苗我们分配的范围之内，做一个恰当的运用，我们都尊重。官府表示，这边疫苗注射完，会国家中央来争取提悬金门疫苗覆盖率，强化群体免疫力，未来也看中央所提供的疫苗数，也够疫情发展，随时来调整开放注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自7月13日开始，要小可放另一挂行业的防疫限制，亲像是卖食的，若是有遵守条件，就会当伫餐厅内底现食。不过有真侪县市，有关是决定讲要照原本的经营行，一挂原本按算要对中央开放的县市，亲像是台南、屏东等等，嘛拢一个啊一个改变，目前是敢若剩平湖有要开放现食。13开始，部分行业会有条件未解封，不过各界讨论声音真多。原本对中央指定的台南、屏东、彰化这县市陆续打档啊，宣布维持自营外展。地方政府无共调，新北市长侯友宜呼吁中央要提出共款的做法。中央在做整个指引，必须要有 guts， 有担当，该决定就决定，看到。公布的内容又没有办法一致，里面又有矛盾跟冲突，让执行的县市没有办法做到。真侪县市陆续改除拜六暗时9点外，花莲县宣布禁止内用，离岛金门也伫11日表示禁止餐厅内用。所以目前全台只剩平湖维持有条件开放伫内底食饭。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谨慎。然后根据地方他们的判断，还有跟地方相关团体，那就经济面、就防疫面、就整个防疫的强度跟他管制的一个谨慎，那做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审慎的判断，那我们都尊重了哈。这个就像放台风假一样，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情况，
各地方政府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中央指挥中心都有授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全国一致是一个原则，细节由地方政府来定，中央甲地方要共同承担，每一个决定都要负责任处理。行政长苏贞昌认为，指挥中心延长三级警戒，暗过适度放任，暗过有关地方政府要求各行业在三级警戒范围内要做到位，这做法拢真好。记者综合报道。由于本土病例减少，一个休困日景点的欢乐感游客已经明显加真多。人一个多，就一定会发现讲一寡无守规定的民众。高雄市政府就表示讲，会搁较严格来抓群聚的民众。也若是伫苗栗，嘛有民众总是去后人的文化园区。伫遮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疫情会当稳定，是因为进前咱有守规矩，即摆若无继续维持，疫情搁撇开，就搁爱加封一段时间，千万着爱注意。防疫期间，请戴上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顺路警察那公布那提醒民众爱挂嘴安，随着本土病例下降，加上十三级的未解封，各地景点陆续出现游客。高雄的基丁老街甲沙埔也开始看到民众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出来踅街耍水。那案例降到100例以下之后，其实六日的人潮就有慢慢在增加，尤其在海岸公园跟风车公园那种比较大的公园的部分。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对。不然真的是关在家里，真的是小朋友也会受不了。民众希望未解封，要不做生意的人是真忌讳，不惊受伤害。虽然开始在做生意，也烦恼游客造成互相小话。疫情还没有很那个控制的很好啊，对啊。啊，只是我们做生意也是要加减卖啊，都因为两个多月都没有做生意也不行。病例数下降，和民众开始放松。高雄拜六陆续传出市区也是夜市啊，有真侪人到店，也和市长陈其迈表示会重点来处理。群聚啊，这个是取缔的一个重点啊。假如你是在菜市场，这种风险很高，你不戴口罩啊，或者是在夜市啊或市场，你边走边吃啊，那这个是绝对禁止。那高雄的景点在未解封之前出现游客，标了后人的好望角。休闲园区即阵因为三级的警戒封闭，也毋过预告是摆暂停开放的日期，放大条咧。最近出现未少误以为已经开放民众走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上海复车七月初九的时阵，已经甲台积电佮永联基金会拍买卖 BNT 疫苗的契约。针对这项传言，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流程正在进行当中，上侪风声放影，对进度一点啊都无帮助。面对新冠疫情，各界拢在关心台积电佮永联基金会买得到 BNT 疫苗进度。因为十二网络的风声，上海复星已经在初九分别甲两边正式签订协议，会依照正常商业规则甲程序进行疫苗给台湾。一切的程序都在进行中，好，那我想大家对这事情就是哈，静待有一个好结果哈。那太多的揣测哈，可能无助于哈整体签约的进行。第六月，永联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表态，要向上海复星买500万剂 BNT 疫苗，捐予政府。所以一直卡掉嘞，一直甲卫福部长陈时中通话讨论了后，总统出门会见郭台铭，甲台积电当作刘德英，拢得到政府授权，医院长保证，接送台湾的模式，国买500万剂 BNT 疫苗来捐赠。负70度的时候，它可以保存的时间一般它是定6个月，5天的保存期，让大家就非常在操作上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困难度。好，他们现在是2到8度，哈，可以延长到30天，所以对我们在施打上面就会更方便。澳明对 BNT 疫苗要有长保存期，国内是不是对咧做咧？但是中讲，疫苗事情愈多，经济科学证据对有长保存期。有媒体咧问，未来若顺利买到 BNT 疫苗，仍然保存的钱是政府付，还是买人来付咧？但是中国一摆回应，买疫苗程序咧进行当中，请各界来静态。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病例数比起进前已经减真多，不过还是伫咧20-30例起起落落，无法度阁降落去。所以国内有医生就表示讲，除了控制社区的感染，阻挡境外病毒阁入来造成新的危机，嘛是真重要的关键。国内疫苗的注射速度加紧，注射率已经超过12%。不过这几天的本土确诊案例依然维持在30几例，无明显的下降。也和外界烦恼讲，未来就算真正来解封，社区出现一挂线的确诊案例已经成做常态。如果有零星
爆发的群聚感染的话，我们大概要去检讨说什么措施可以加强。我想如果能够真的把社区那个感染完全控制住的话，说不定就没有不会再有零星的个案出现，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阻止境外的病毒再进入台湾。另外，十三开始包含电影院、展览场馆才有条件来开放，不过幼儿园依然无开放，又发家长怨言。根据指挥中心观察，近两个月来，囡仔去画掉比率较悬，零岁到六岁确诊人数有330人。对此，有医师就讲，细汉囡仔虽然画掉了后较未重症甲死亡，不过因的传染期长，而且是高传染的族群，除了家长开放画掉，也可能发生互相。小孩子不太会有那个戴口罩跟勤洗手的概念，何况他也常会手去摸嘴巴、眼睛、鼻子，所以接触传染啊，或者是飞沫传染的几率都比大人高。医师认为，现阶段囡仔是无疫苗会用做诶，所以讲开放幼儿园进前，一定要最好配套说法，包含幼教老师，也佮相关的行政人员，一定要注射过疫苗。囡仔爱上幼儿园进前，嘛爱先进行检查，确认是阴性，才发到入学，也才发到避免发生感染的时阵，规群的囡仔拢去画着。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库莱亚也是真侪人用自己讲的阿波卡多准备要带出啦，不过因为烤花开无介济，开花掉果的，搁予顶个月大雨拍掉袂少，农民规冬的收成拢已经去了了。经过公所的会勘，德佳甲环罗这两个乡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一箱一箱救助好的库莱亚，拢是予即阵啊落雨拍落来。农民讲一寡较慢种的库莱亚。即马本地应该长咧大，但是因为落雨，即马拢损失去啊。像即马咧，剩无两成啦，剩看有一成好收无？全部已经了，可能六七成有无？啊，照旧年的啦，了六七成着。嘉义县库莱亚制作面积有200多公顷，德佳乡受害面积大约有25公顷，番路乡有10公顷左右。经过农改场甲农事所的会勘，即届损害程度拢有到40%。有一半丛，一半个品种较袂老，啊，大多数拢落足严重啦。你像我家己迄十元几丛的200-300包，落个剩一两粒。农事所表示，目前树仔顶面只个暗新种，大约是11、12月才会来办，敢会影响到收成，搁爱观察。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即届灾害申请有到救助的标准。等农委会公告了后，受到损失的库莱亚农民会当伫期限内向当地公所来申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消息：海地总统摩伊士7月7日被暗杀死亡了后，首都太子港是规个乱糟糟，有乌道因为抢地盘切断主要的车路，车道所造成的临时政府请求美国甲联合国派兵维持秩序。真无简单，才躲过一劫的第一夫人，当时发言表示讲，凶手是为着基础建设甲选举的利益，才会来暗杀总统。海地总统莫伊斯和海外佣兵闯入关机，暗杀身亡的代志发生了后，首都太子港袂停袂动2-3天，直到透早机场大众运输点头重新迎婚。不过在无政府状态之下，黑帮团体争夺地盘的武装冲突搁起来，甚至一条主要交通要道拢袂停袂动。正团是出现三个接班势力：前总理乔塞德、后任总理亨利和参议院议长兰伯特。海地选举和政党关系部长皮耶切凿证实，临时政府已经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派兵保护基础设施，稳定局势，各为新的总统选举做准备。We are to authorize U.S. troops to come in and help and assist. So we're not asking for the occupation of the country.We are asking for small troops to assist and help us. 网络和社群媒体传出美国要开放印度签证假消息了后，太子港的美国大使馆社交出现上千人，恶梦有机会会离开因口中毫无希望的国家。美国方面正式接到协助慰安和调查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会赶紧派人去太子港，但目前无派兵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
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薇，晚安，再会。